劳工交做工行善团休闲志工团队落了年后咧，继续打造希望家园，实践黄伟哲市长施政的愿景。开春第一周连休两天，2月7日、2月7日，到南化区进行休闲。今仔2月5日，适逢元宵节。台南市木工业职业工会咧，甲社团法人台南市劳工志愿服务协会志工团队，前往关田区龙田六桥卡仓库整理二手家具，一边日后赠送有需要的休闲按家。自1908年起到今仔日，床组含床垫的床头柜、衣橱、课桌椅、沙发、电视柜等二手家具，已经赠送予60几户的弱势家庭使用，节省家具购置费用达90几万。大台南总工会陈美晶副理事长更加特别准备热乎乎应景的汤圆围炉志工，感谢志工伙伴元宵节热心做公益。乐冈局长王新基表示：好，今天是农历的元宵，所以我很感恩代表伟哲市长，感谢我们这群可爱的志工。那当然，我们农历过年后，我们赶快要启动我们房屋修缮的服务。当然，我们在昨天、前天，等于2月3日、2月4日就到南化，我们已经引郊区的山区里面去服务一部我们火烧的会修诶。啊，就算这个是农历过年前就接的服务案，但是农历过年打麻将过年前，我的技干嘛登不赢，所以我们都赶快先把江津的服务案把它赶完整，还有关田农田的一个服务案把它赶完整，等于这两户用农历过年前把它完成。这两户他们农历过年完成，他们就非常的高兴，能今年的农历过年他们的住的环境改善的非常优质的部分，所以他也带着感恩的心来感谢市长带领我们的做工行善团来服务他们改善居住环境。那当然南化这一家，我们有跟他打过招呼，说拍摄，因为农历过年，大家膝头拢较硬，所以我们在农历过年才能过去跟他做服务。所以我们马上农历过年2月3日、2月4日就马上启动。第一个2月3日去清除里面相关的杂物，火烧留下来的很多，里里扣扣给它清掉。那2月4日昨天，我们电器工会在杜理事长带领之下，我们的电器之工赶快去跟他重新配线，还有因为我们施工必须要断电，还要拉临时电源来让我们施工过程需要用的电源，我这是我们安全性这样做。那今天我现在再来到了农田我们的二手家具的基地，今天是由我们木工工会还有我们的志愿服务协会的志工伙伴开始又来整理，因为我们必须要整理出来，因为空档就要整理，这样以后我们的服务案里面需要床铺家具相关的家用的家具，这边有的我们可以补充，可以不必再去花经费去买新的，它是让我们整理出来的家具送给这些我们的服务案，他们都很高兴去用，那首先呢，所以我们这样服务现在从二手家具委托市长开始去着落，把这个二手家具建构，说把这个需要的二手家具收回来，所以市长就把垃圾变黄金，我们又把黄金变成爱来传播到我们辖区里面，需要我们照顾的家的案主的身份的家里里面。啊，当然我们这样服务下来，二手家具成立到至今已经的服务了60几户，送给他床铺、桌椅、丝桌，尤其送丝桌的时候，有些小孩子看到丝桌都非常的高兴，终于有丝桌可以念书的。我们这样下来可以节省了90几万的经费，因为咱有这二手家具的经历后，我们把它供给出去，那我们就不必再添注新的家具，所以有节省了大概我们估价起来大概90几万，所以很感恩我们这样的建构，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完成房屋修缮，又有二手家具，大家把台南的爱集在一起，散播出去，施播出去，能够让大家感受台南在伟哲市长带领之下是一个有爱有温暖的城市。大台南总工会副理事长陈美晶表示：刚好今天都是元宵了哈，啊，刚刚就是因为昨天刚好那个政宪科长说他没有办法去处理，哎，像让这些辛苦的志工来吃汤圆呢，因为今天公爱大厨家营养汤啊，结果就是无法多把这个时间哦扭出来，啊，只好哈。
啊，伊打电话我讲好，我来上班，我，不过我人伫新店，佫无闲，我就拜托阮说，即马先去甲倒款了啊，麻烦伊啊，款款东东西西了，买东买西，安尼款来，咱下来舞舞安尼舞一款时间去，然后下再阮说即马来佫倒，佫来倒住倒用啊，吼，因为。啊，希望讲让这些辛苦的志工哈，为了我们这些植栽的修缮以及边缘户这些辛苦的、非常辛苦的一些辛苦人，那我们这些志工伙伴就很，想说很用心的帮他们，连休假的时间都来帮忙了哈。啊，我呢想讲好尽一点心力了哈。啊，煮些鱼鸭汤啊，好，你吃起来过这个汤圆元宵的气节，然后非常感恩了哈，再次的感恩他们。有他们，我们才有办法让台南市的辛苦的朋友不用那么辛苦。感谢，感谢，再感谢。近几日正在进行房屋修缮服务案家为南麻区案主阮先生，平日务农，但是因为修行无好，故收入无稳定。案父余某，案母26年厝的，身体状况无好，目前暂住护理之家，经济压力真大。房屋又在去年遭受蛀虫，家内烧甲面目全灰，已经无法度带人，暂时居住在附近简陋大建的工寮，处境艰难。浙江行政团接到通报了后，即刻前往会勘，并于2月7、3日由泥水工会志工进行拆除清运。昨2月7、4日，皆由电气志工接力施工。配置临时电源甲线路管路，左义市议员服务团队也提供本案休闲志工便当，慰劳志工辛劳。志工团队副主任有吴福川、林锦彻、李正平、陈美华，相约出门做公益，以家为本，助人安居。王清基局长表示，这次服务案家是火灾户。浙江行政团队在会勘时，看到满目疮痍的焦黑房屋，心想经济弱势的案主一定非常无助，因此大家拢具有共识，要尽快集结修缮志工的力量，用心协助弱势家庭改善居住环境。真正特别感谢浙江行政团修缮志工热心付出，为南麻区淳朴的农村增添不少暖意。也感谢今仔日到仓库协助整理二手家具的志工伙伴，浙江行善团连日多日为弱势服务，和今年元宵节特别有意义。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